欢迎收看上高搞说球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啊 WTT 新加坡大满贯，王曼玉对阵单小娜的16分之一的一场决赛啊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王曼玉反手连续进攻，正手位抢攻，漂亮！哎呀，这球弹网了，有点可惜。单小娜的连续的这波进攻啊，真是真精彩呀、啊！哇！直接弹网，比赛继续。咱们看看王曼玉继续发球。好的，正手位摆短，连续进攻反手，漂亮！正反手的结合，曼玉4-3领先的单小娜。比赛继续，这是现在的吗？当然了，反手，哎呀，单小娜又出现失误，5-3。同时，现场啊，那边比着呢，这边看啊，单小娜发球，单小娜。正手位长攻摆短，连续长条，漂亮，5-4。王曼玉今天整体给我们的感觉啊，没有太高兴啊，不是特别兴奋。现在看看单小娜发球，好的，连续进攻，哇，曼玉反手6-4。打得非常的精彩啊！比赛继续，先来看看王曼玉继续回球。好的，斜线连续进攻，哇！单小娜反手又弹网了，7-4。没想到王曼玉逐渐的把球比分拉开了。王曼玉继续连续进攻，哇，漂亮，8-4了。没想到啊，王曼玉刚说不高兴啊，不兴奋，就打了一波进攻波啊。特别今天王曼玉的这个反手啊，打的真是精彩呀、啊，纷纭。现在看看单小娜发球，单小娜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？正所谓没有重新发球，好的，连续进攻，反手，哇，这个球直接弹到了，有点可惜，哇，这球打的真是正反手的进攻。比赛继续，先来看看单小娜发球，直接长球，连续正手位打疯了，漂亮，被王曼玉反了回去，9-5。比赛继续，先来看看王曼玉，王曼玉正手位的，看王曼玉发球。斜线挑起来，哇，直接出界啊！王曼玉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，看王曼玉能否成功获得第一局胜利啊，咱们拭目以待。王曼玉继续摆短，反手连续进攻，漂亮，11-5，真强硬啊！